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欢迎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一起的欢喜快乐的来敬拜朝见我们的神，因为今天是神的圣日，他的子民能够领受在他的安息里面。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弟兄姐妹，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殿来，让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化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荣耀归于主颂，唯愿在上荣归于上帝，在地有平安，人都蒙恩。我们赞美主，称颂主，敬拜主，荣耀主，为主的大荣耀感谢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圣父，主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主上帝，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上罪的主，怜悯我们。坐在上帝圣父右边的主，允准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对为圣，基督对为主，基督度以为圣灵，在上帝圣父荣耀里为至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时刻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网上，我们在现场，我们都要来用声音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全心呼喊，全能的深渊你降临，
们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敬拜，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大声敬拜。
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是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注的来敬拜。是的，主耶稣，谢谢你。
神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我们敬拜里面，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敬拜你的子民的当中。神啊，我们要何等的蒙恩，何等的感恩，因为在我们不配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一切，使我们能够这样领受神同在的荣耀，神同在的平安，神同在的喜乐，神同在的满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在敬拜里面来回应神，我们以今日的祝文来祷告。万全万能的主，一切美物的创始者和赐予者，求将你慈爱的圣灵栽结在我们心里，以加增我们内在真实的信仰，浇灌培育我们里头的仁慈美善，并因着你极大的怜悯而保守我们，这都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感谢神，大家请坐。现在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翻开圣经，以敞开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今日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至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至二十一节，必薄你们的，要给他们嘱咐，只要嘱咐，不可咒诅。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我们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福音。主耶稣的圣福音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至三十六节。荣耀归于主耶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至三十六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剁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剁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比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是基督的福音。赞美归于主基督。大家请坐。那我们现在观赏，就是在罗马书的最后一段的这个的短片。如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成为被神的灵所改造的新人。神由此实现了自己在古时的应许，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彼此合一，成为教会。这是对神的应许唯一合理的回应。保罗在第十二到十三章中表明，教会的合一是出自信徒的彼此相爱和宽恕。有了爱，信徒在教会中会乐意运用自己的恩赐和才干彼此服侍。爱也意味着谦卑和宽恕。当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耶稣里时，发生冲突在所难免。唯有竭力付上宽恕与和好的代价，才能修复关系。这正显明了基督徒最伟大的美德——爱。爱神和爱人如己，就是完全实现了旧约律法的最大诫命。在第十四到十五章，保罗特别关注了几个造成罗马教会种族分裂的事件。信徒因犹太人的饮食和守安息日的规定发生争执，保罗表示，遵守这些条例不能表明人是否获得了耶稣宝血的救赎。面对这些看似重要却并非本质问题的文化习惯，信徒即使有分歧，也要学会彼此尊重和接纳，这样爱就能为教会带来医治与合一。在书信的结尾，保罗举荐了菲比姐妹，她是坚格里教会的主要带领人，她有幸负责传信，甚至是罗马教会第一位朗读这封信的人。在书信的最后，保罗向许多久未见面的弟兄姐妹们问安。哇，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封信的每个部分结合起来就像拼图一样完美。这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就是罗马书的精义。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继续在看罗马书的时候，有主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主你的话语。虽然在这个世袭当中，在这实践神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是面对问题，面对难处，不懂怎样去做，也没有那个的力量恩典来去做。求神你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行出主你的话语来，就是完完全全能够讨主喜悦的一个的生活。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愿神你帮助我们，从最年长到年幼的，现在在家里的，在这里也好，愿神你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到就罗马书的最后一段，就是十二章到第十六章。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讲了很多关于很大的，也很难去完全了解明白的一些的主题。我相信我们在小组也讨论了，比如说因信称义，这样简单吗？我不懂了。然后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有时会讲到，真的是吗？什么叫因信称义？都讲了，还是要问清楚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叫做就是说我们能够有这个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完全自由，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已经被释放了那种的自由。所以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用的就是一些让他们完完全全的明白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怎样信了耶稣过后所带来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所以第一章第十一章他建立了那个的基础，让他们能够合一回来。因为整个开始罗马书就是讲到这些的
当时被赶出罗马的弟兄，这些犹太人回来，带来一些的想兼顾，再一次的强调这些的礼仪，这些的立法。所以保罗这样把这些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把他们就是再一次的合一回来。所以讲完了第一到第十一章，十二章保罗就给他们一些叫做基督徒生活的一些的劝勉，一些的吩咐，就是你一定要做到的。所以在保罗接下来十二章到第十六章里头，很多时候再一次的强调，再一次的就是把耶稣，尤其是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头所讲的，再次的把它带回来，让他们重新的听回这篇的道，这一个的吩咐，让他们清楚知道，哈，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接受耶稣这个的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我们得到这个的救恩，现在接下来基督里的新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所以十二章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分成四段了，我们只是看其中的一段。那从开始的时候，你会我们每次都讲到这个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那个是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三节到第八节是讲到我们对自己的关系，怎样去发掘自己的恩赐来侍奉，怎样去发掘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去彼此服侍，靠着那种恩赐来彼此服侍，教会都会刚强起来，那个的肢体将会得到坚固，得到祝福。然后接下来第九到第十六节，你会看到就是说到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那个彼此的那个的关系，所以那个的爱再来了，就很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讲的，怎样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保罗讲的恩赐当中，第十章参照的是爱是最重要，没有爱这一切都等于零啊。所以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了这一个，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讲到最后那一个十七跟第二十一节。当然你们的美乐活水是讲到第九到第二十一节了，但是我发觉如果把第九跟第二十一节放在一起的话，将会成为两篇的道，因为只是讲爱那边对一个大的主题是跟别人的关系，讲到跟敌人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篇，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以敌人这一方面来讲了。可以说哎，不是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没有敌人的吗？我就问你了，现在你想一想啊，现在就想一想了，你生命中有多少个敌人？可能你手指算不完了，很多个走出来了哈。那个可能偷了你芒果，那个，哎，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抢了你位置，那个，可能原本你做工是你应该是升你的，但是没有升到你升了那一个，可能是在家里抢你改笔那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敌人，运动的时候打羽球也是我们的对手敌人，踢足球也是我们的敌人很多不认识的也是我们敌人，现在很多就是这样，因为世界发生这些你不认识的上不识差的，你就想是他是你的敌人，因为就是我不喜欢。所以敌人到最后呢，没有一个人来跟你说我是你的敌人了，很少有这样子，有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正常的那一个了，是吗？有人试过在你的生命中我是你的敌人，我一生一世将会成为你的敌人，你知道他很不正常的了。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谁成为我们敌人呢？是我们定的，是我们立那个的标准，我们立那一个的设置，就是说他就是我的敌人。如果我们不把他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吗？我们生命是没有敌人哦。所以这个就是你会看到在耶稣的教导也好，保罗的书信也好，另外一处的所讲的，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个的主题，都明白这一个的信息。神要我们不要就是在生命里头是敌人给自己，要不然的话我们看到什么不顺眼，那个就是我们的敌人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有事他有警告过，
在侍奉当中一定有人会敌对我们，敌对我们的就是敌人啊，硬着十字架。耶稣面对很多的敌人啊，保罗面对很多的敌对，也是以弗所那个最出名了，整个城市的人差不多用2个小时来去敌对保罗，声称亚底米是主，亚底米是神，而不是保罗所讲的耶稣。那种的敌对是因着十字架来的，是可以的。耶稣也讲最严重的敌对是从哪里？从家庭来。马太福音10:36，怎样弟兄敌对弟兄姐妹，怎样父母，然后那种那的关系，哇，那个是最大的一个的最严重的情况。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敌对是哪里来呢？是因着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忍耐，我们就是在这个的情况之下设立给自己很多的敌人，而不是因为忠心与见证。所以这个你会看到的分别啊，加拉太书5:11说十字架绊倒人，那个因着十字架带来那个的敌对，耶稣说是可以的，是无可避免的。所以说因着侍奉，因着福音，因着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引来的敌对，那一个是事实，那个是无可避免的。你要很高兴啊，如果因着十字架你被敌对的话，也就是说你正在很忠心的去见证主啊。那一个的分别跟就是说那些忍人讨厌的，就是我们去做一些东西使到人家敌对我们，不是因着福音，不是因着十字架，所以这个有分别在那边。今天我相信保罗所要讲的是让我们清楚知道，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做错事情带来的敌对，因为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惹人讨厌的，我们去弄到人家敌对我们的，不是因着十字架，不是因着福音的，那一个我们已经错了，我们一开始我们都错了，我们都已经以恶期待其他的人。所以在这里保罗我相信他所讲的是在我们这种福音的当中，如果他是跟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的话呢，耶稣不是说我们去做错事情，那个是完全是对门徒的一个的生活该有的生活，是在侍奉当中，在服事当中，在分享见证当中，在传福音当中，这个的路我们所面对的敌对怎样的去解决。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主题，以善胜恶的一个的群体，教会应该是这样。你想牧师不是很吃亏，我们难道我们什么都不讲吗？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要讲。教会不能够成为一个平台，就是我们跟着世界的方法，12章一开始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能够按着教会的世界的方法来去以教会的这个的平台去做一些所谓反抗敌对的一个的群体。阿们。我在印尼有经历过的是在选举的时候啊，教会可以让这些的政府人员这些所谓的候选人来去做讲道的，让候选人就是你讲道完的时候他上前来呢，可以讲一讲哦，可以在教会的讲台来去公开这样来敌对讲坏另一个的 party 的哦。所以很多次他们都想用圣公会讲不能够哦，我们给钱你啊，给几百万的印尼钱啊，我给很多钱的哦，你让我们不管是反对党也好，是执政党也好，他们都想用教会，因为在东加里曼丹教会是很多人的嘛，90%+都是基督徒啊，那边都是教会为主，所以他们很想赢过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的票选，但是怎样都好我都不要。教会的长子，教会的 PCC 说，牧师怎么不要呢？让他讲了，我们拿钱，就是我讲不要，因为教会不是那一个的平台，我们不能够以恶
去生恶，我们更不能够允许任何的恶发生在教会里头。哎，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保罗所讲的有四件事情了，我也是把十四节带进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十四节开始看到第二十一节，有四个保罗通常用的东西都是很positive， 很正面性的，不是负面性的，就是要你。在这一边他重复了，用了不是重复，他用了四次，就是那些负面性的不要。所以你看这样子的时候，你会明白保罗讲了四个不可还有不要，就是叫你不要做的一个的吩咐，不是一个的选择啊。如果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你看的是一个选择，哎，我可以啦，看有时候啦，有时候我们讲不是，你不明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清楚这一个呢，你以为我想要的吗？但是如果你明白保罗在这里写的，他是不给我们选择，因为这个是不可，是不能够这样的发生，没有任何的妥协，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因素。前面不是讲因为他这样吗？是他开始先的，不是我开始先。所以有时打架就这样子嘛，哎，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谁打谁先，我们都是问他，我们让他有机会去为自己伸冤，为自己辩护。但是明白神的话也说是没有的，所以基督徒就是这样，哎，你讲吃亏，但是硬着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守则、生活的新方法，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所以第一，不可咒诅。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跟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一样，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一个登山宝训的版本，像耶稣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知道亲知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你叫我们要爱他已经够了，还要为他祷告。我第一次看这经文的时候，在青少年团，一你知道青少年很多敌人的嘛，在学校，哎，那个你不顺眼都是敌人了。啊，我们就是最好那班跟第二班也是敌人了，打篮球也是敌人了，买去 canteen 买秘书又是敌人了，所以就是很多敌人了，哎，树大招风啊，我们越厉害那种啊，又做巡菜员了，就是很多敌人的了。你不喜欢他，还是他不喜欢你？所以做青少年一看到自己哈，我要好好待他，不对他怎样都 OK， 你还要为我，要我为他祷告。所以我的栽培老师准备我洗礼那个，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以后有人骂你啊，你要跟他说上帝祝福你，还要笑那个啊，是因为这一个你可以做得到 OK 咯，都因为听嘛，听栽培老师嘛，要不然的话不能够洗礼的，一定要听他的话嘛。所以就记得在学校，然后有人骂了就是咒诅我啦，讲出口啦，哎，咒诅你的祖宗十八代啦，关我什么事？关我十八代什么事？是我错吗？怎么你要咒诅我的公公？那是学习这个，上帝祝福你，还要笑那一个。那老师也是很厉害的，我们在学校，他不是厉害教书那个，是厉害骂人那一个。哇，他骂到你真的是，他骂你，哇，你很蠢啊！哎，你蠢到这样子的地步，好过你去 bus stop 卖 Coca Cola。要豆腐这样子，你做不到书，你就在 bus stop 卖 Coca Cola， Cola Cola， 萨多林给，萨多林给。他骂到我们这样子的地步，我们是最好那一班，我们是 science 班，是精英班了，哇！所以在心讲啊，没有大胆的讲的，上帝祝福你，还要笑那一个。但妈妈吓得就不骂了了，他看到我都看到我骂也还要笑这个，哎，上帝祝福你。现在也看不到我笑了啊，哎，所以就这样子啦，不要咒诅他，祝福他。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在登山宝训，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仇敌，为你们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有做过吗？刚才那个开始，我问你有多个仇敌，那个名字你有做过吗？有爱过他们吗？他讲你的时候，你有讲回他吗？还是你只是选择祝福他？
哇，我们看那些小孩子吵架的时候吵到厉害咯，那些出口什么都出，什么都咒诅，不管事的也咒诅，哇，骂都很厉害。有时听到隔壁的以前住的是在排屋半独立，所以很容易听到隔壁那个吵架，哇，一吵起来就很厉害，很难听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做啊，哇，在弟兄姐妹吵架的时候吵吵骂骂骂骂骂，我们以为骂了之后说，哎呀，对不起啦，对不起，刚才过分一点，太迟了。所以保罗所讲的不可，就是说不要开始，不要去给自己有一个的选择，千万不要开始。所以选择的是什么？祝福他。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些人都很少咒诅我，他没有，因为咒诅你的人呢，那些敌对你的人他是要找对手嘛，吵架是这样子的。我在婚姻辅导也是这样，你如果任何一个人吵架，你一个人要选择掂，不要吵。一吵架的人他是找对手嘛，他吵吵吵，他就是要你烦哦。你一吵他讲干了，有对手了，他就吵，你又吵，他又吵吵吵吵不完了。所以一个吵架说骂你说他掂掂就听他，他吵吵下他会停了，因为没有瘾了，冇瘾哦，那吵冇搞翻眼耶，所以不爽了哦，他就停了。这很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做的，你听做的，啊，你可以用这个的方法。什么叫不要咒诅，只可祝福？阿门。第二，这个很直接的啊，保罗所讲的东西很直接的，只是到最后我要大家要注意，这个讲到完的时候是在意我们的，所以我会很快的带过去，会很直接的让大家明白这个。第二，不要以恶报恶。第十七到第十八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好美好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在这边讲到的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会很清楚，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不要以他的方法来回报他啊。我们看戏看的人多哈，他杀你一家人可能只是杀到你太太那样子，你杀了整村人，哎，等他又杀你的孙，你孙又杀他的孩子，哇，杀不完了，哎，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有完的，就是就是整个世界是推卸那些东西，你可以这样做了，你要去反，你要去以恶报恶，以牙还牙就是用尊的方法来去敌对他什么还人之心啊，以其人之心还治其人，广东话之福，之福啊，福啊，以其人之心还治其人之福，就是你用他的他方式啊，福一刀劈哦，福 OK， 也就是说你用他的方法反回他了，哎，用为这样的方他的方法来对回他，让他清楚知道，哈哈，原来你看了你自己吃回自己的腰了。这样的意思，哎，但是这里讲不要以恶报恶，要怎样做呢？众人以为好美好的事，要留心去做。为什么要留心去做？真正的原文这里就是说，你要看所谓众人认为就是好的事，你做那件事的时候，众人不会去criticize， 他不会去批评你的。众人接受的，他不会去批评你的论断他不会论断你的那些的事，你都是要去做。但是保罗所讲的这留心要去小心去做，为什么要小心？好的事就要小心去做啦。昨天我们发觉在组长的讨论当中，发觉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什么叫美好的事？比如说你放这些 sticker， 车放这些 sticker， 神爱你这种的 sticker， 那个卡车的那种 sticker 粘贴纸啦，是 OK 的吗？是好的事吗？是不是？你去租了，但是要留心去做。为什么？当你贴上去的时候，如果你价值价到不好，你价到不是属于就是众人可以论断的那一个，就是你价值的时候使到众人能够论断你的，他能够批评你的，那么你都要小心了，都好过你
其次不要粘，你不粘上那个鸡的时候没有人会讲你，但是你粘上去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讲你，因为你乱乱加吃。所以保罗讲，你认为好的，众人认为好的事，你要留心去做，要不是说我做美好的事就是了。所以到最后是要有那个努力。所以保罗说，如果要人行的话，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其实原文里有两个字啦，一个是 it is possible，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就是尽力啦 ，as far as， 在谁的身上呢？其实是在你的身上 ，depend on you， 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选择的时候呢，不是说哇，全部人就是这样做吗？周末不可以，周末我不能够这样做，要小心，因为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带来的是一个冲突，但是做了之后带来是一个的和睦 ，Amen。比如说我们经历过很多头发，以前验头发，十年前如果验头发，你敬拜小组都不能够进，是吧？哦，十年前呢、啊，是啊，我在我的教会那时候的教会这样，十多年前，十多年前刚刚验头发的时候不能过了，验头发不能过，他认为验头发20年前了，牧师，十年前很早。哦，20年前了 ，OK 了，也验得过了20年的了 ，OK， 哇，不能过了，真的是不能过，你验头发不能过上去，因为他们认为验头发验的头发呢是一种不好的风俗，不好的风化。就好像以前我们开始穿黑色衣服的时候，哇，不能够穿黑色衣服，都是 gangster， 穿黑色衣服都是烂仔，所以哇，不能够穿黑色衣服哦。过不多久，你看哇 ，camp 啊 ，youth camp 是黑色的衣服，都是黑的，没有问题啦。但是那个时候不可以的时候，因为众人能够论断，那时候不能够接受，啊，现在呀，验到什么颜色你都没问题啊，人家都开始接受。所以我们讲到纹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现在纹身还不能够受接受，我不会惊讶，可能我们这一年代过了的时候呢，新的那一代起来了，教会可能拇指都可以塔秃了吧，现在西方已经有了嘛，可能20年过后有你们做牧师的，你在这讲到说啊，20年前不能够，真的，因为这个是讲到众人所谓认同。所以不管是众人认为是好的事还是可以论断的事，都要小心的去做，是看我们，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做了之后是什么，带来的是很多的敌对呢，很多的不和呢，还是带来合一。今天很肯定，那些事情你做的时候都是不能够，教会就一定会论断，教会不能够接受，整个社会还不能够接受。所以这种事情以后就是很像保罗所讲的，凡事都能行啊，但不都是有益处啊。但是你行的时候要留心的去做，要很小心的去做。OK， 怎样的不要以恶报恶。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眼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记得以前我做这个比喻吗？打你的右脸，通常我们右手打人的时候，你打的时候打在哪里？左脸嘛，没有人这样子打人的，很少我们去打人，打你的右脸的。所以你打你右脸的时候是背面打你，背面打你那种的时候的风俗，就是到现在都好，有一些人当你背面打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打他，你是羞辱他，你是侮辱他了，就是不单是只是打伤害他，你还是看低他。所以这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哎，你连左脸都给他打了，他就是要这样对你了，不要反，不要他打你一锤你打回来两锤，不要以恶报恶。马太福音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阿们。我们要去尽力，是看我们呢，今天你出动去要成为一个敌人，或者是你让别人敌对你，还是你出动去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 很多时候我们在外不能够做火喜楼嘛，
那关你什么事呢？打架的时候你去做和事佬啊，哎，莫打搞，赶紧卖树，他分分钟你都给人家打，所以我们讲，哎，不要理他，等他打，哎，我们不要去惹麻烦。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马可福音9:50，盐本是好的，若是的味可以用什么呢？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他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那个盐是能够，很像今天我们煮菜放进去，把一切的味道带在一起了，哎，都是分散的，因为盐的存在，它能够把味道放在一起。哎，所以至于我们明白啊，怎样去以这个方法去做呢？选择的是做好的事，还要流行的去做，而是靠我们自己使人和睦，而不是以恶报恶。第三，不要为自己伸冤。19-20，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路。因为经上所讲的，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也把会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为自己，不要为自己辩护，因为当你为自己伸冤的时候，神不能够为你伸冤了。对，你去 court 吗？你要选择自己为自己伸冤，没有律师能够帮你。所以让神能够去帮你，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嘛。神说，如果前几天你有看这个我们的美乐的那个的灵修的话呢，你会看到我讲的那一个所谓寻找那个的公义，什么公义？谁的公义？我们讲正义，我们要寻找是谁的公义？自己的公义呢？还是社会所立定的公义？还是神的公义？因为当你寻找神的公义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知道到哪里是应该停。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说不要啊，不要做啊，这种事情不要做，我们会讲，我们会辩论，我们会去讨论，我们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但是不要过分。一过分了之后，就看不到神的那个的公义在里头。所以很多事后教会发生，我不是不鼓励他们这样做，只是我不能够接受有些人做事的方法。跟外面打架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整外面讲述的人家讲没有什么分别的。教会不能够这样，因为基督徒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有神能够为我们做，而且当我们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不会用错的方法来去为自己伸冤。因为为自己伸冤的人呢，他很多时候以自己的看法，我没有错，周末只是讲我，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尤其是做大的，我做最小的有很少了，都是我的大姐啃完了。我做错事情，我大姐拿的，就是蛮仔黑，就是那个小弟的，那太那个大那个都惨了，所以每次都是他的，所以我可以记得大姐有时候就会讲，就每次都是他，原本是我的，但是每次就赖到他的身上，就是我的大姐的错，所以有时候做大那个你会看到他们很不甘愿，所以这个交托给神呢、交托给神呢、在这里所讲的，当你仇敌饿的时候你给他吃，渴的时候你给他喝，还要对他好了，这个炭火堆在头上了。有一些就是讲到悔改了，有一些的国家现在还有，就是当他要悔改的时候，他要拿炭哦，他要堆炭啊，非洲啊，中东啊，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影响了，有这样子的看法了。那个炭火就是你要堆在一个盆上，你放在你的头，证明你真的悔改，然后去要去游行了，让人家知道你悔改。现在有印度人有吗？他踩那个炭的嘛，是吧？他表演了，他讲哇不那个，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悔改，是公众的承认你悔改。哎，所以这样的话，你让他能够知道，哎，其实你做错了。
是以神的方法让神去解决那个问题。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说，他们视角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遭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必速速来到。千万不要讲周末，周末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吃亏的，每一次周末我做这样多好事会这样吃亏的，我不能够为我自己伸冤吗？不要，交托给神，让神去做。所以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借给人的不指望偿还，他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要做至高子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很多时候你为自己辩护，为自己伸冤过后，你得到那个的胜利有什么好处呢？尤其是家人争财产那种的案件，哇，争啊争啊争啊，争到完了，哇，真的反完了，什么都没有的，亲戚什么都没有的做，为了什么？很可惜，也看到那些案件，看的时候，哇，为什么亲戚朋友会这样？曹操的弟弟是曹植，曹植。他儿子不是弟弟。他儿子啊，他是他儿子嘛？哦 ，OK， 他逼他嘛，叫他用七步诗，七步里头你要做出一首诗来，做完七步你要完成一首诗，要不然他就要杀他。他就用他儿子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真嘛，忘记了他们名字，所以那个做小的那个被他敌对嘛，大的应该是了哈，他就用了那句话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了什么？有时争下去真的是很没有意思的。听过一些亲戚的，哇，吵到一个都团圆饭都不要吃，就算婆婆，因为婆婆比较大，叫到去就好，团年饭都要吵架哦。为了什么？宁可让步啊，弟兄姐妹，吃亏吗？在主里头，永远你会看到神会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你不是吃亏那一个，神会为你做呢。我经历很多在教会的事工就是这样，很多的敌对，我要做的是什么？对他们好啊，对他们好。如果要分享很多很多，前面讲牧师没有敌人的话，越高的话越多这样的敌对，树大招风嘛，越更加明显了。以前做会有没有什么东西的，去做崇拜回家就是侍奉就是了，关什么事啊？越高的时候你就会面对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有时候就选择我交托给神，很多时候很想啊，真的很想。你讲我没有什么联络，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我有，真的选择不要。我可以用很多的途径，正确的途径也可以，但是选择的是什么？让步，不要为自己伸冤，让神做，让神去伸帮我。当你让神去做的时候，很多事情解决是在神的方法解决。我只能够感谢主，当事情上帝解决过后呢，我只能够感谢主。感谢主不是他做事，是感谢主我没有去为自己伸冤，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做的话呢，一定会使到事情变得更加的恶化。第四，不可为恶所胜。保罗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是说你如果不选择以善去做的话呢，那么恶一定会来了。做好事来胜过那个的坏，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那个坏就会来了，坏将会进到生命来去胜那个的恶。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你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要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交托给主，
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是真的，这个我不懂怎样跟你解释。当你选择不做，不作恶来去生恶，不以恶来去生的时候，久而久之你会看到那些敌人会不见的这些事情了。当你抵挡魔鬼，以那个方法抵挡魔鬼，魔鬼会逃跑，不是逃跑，他会离开你，因为他攻击不到你嘛。他都很想用这些方法使到你能够产生那种的敌对，可能使到你能够不合意，使到你能够受伤，开始就有那些恶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当不是如果当我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慢慢我就发觉很多这些东西都走开了，没有来了，因为魔鬼攻击不到你。来的时候，哎呀，这个都不会的啦。所以魔鬼选择的就是那些很容易以要以恶胜恶的，要以自己的肉体的方式、世界的方式来去敌对胜过恶的，他都来了。一很容易的嘛，就很像你烧着火，很容易着火的，他倒一点火水就是了。哎，就是倒在火水去了 ，put fire。所以我们不常着火的啦，没有啊，他倒火水就没有用啊，这个没有用的，这个不会发火的，这个不会敌对人，不会以恶气报，哎，去找另外一个，是真的。你讲不是那个是怎样圣经的教导，怎样怎样的解释，我就是发生在生命，结果慢慢的你会看到不会有的，他会离开的。但是如果我们越做他都越来，因为很容易嘛。记得该隐跟亚伯吗？该隐就是这样嘛，他很不甘心来了。所以上帝跟他说，你魔鬼就很像在门口那边就是等候你啊，你可以胜过他，不要让他胜过你。怎样去胜过他呢？你就是不要跟他的方法，他就走的了，没有东西吗？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建议的方法，在本身所经历过的，在以这个的让你回去的时候，能够以这个的方法来开始怎样生以善生恶。首先你一定要学习饶恕，饶恕的意思就是你开始接受，就是他是恶的敌人，你饶恕他，你都可以接受他，他就是这样的啦。你接受他的是以神的眼光去接受他，因为神也会饶恕嘛，你怎样饶恕人，神也会，神只要饶恕我们，我们也是饶恕的。也就是说你饶恕一个人，你原谅一个人，就是你以神的眼光你可以接受他，你不看他就是他的弱点，但是你看的是以神的眼光来看他，接受他。哪天看到一个是吧，他很厉害啊，很厉害敌对我了，什么事情呢，就想办法来弄我就是了。见到他的时候，原本在 parking 啊，我们一起去一个的聚会，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可以走了，我可以选择走了，我其实可以选择不要跟他讲话，避免他。但是当时就神提醒你要在那边跟他讲早安啊，我故意停下来，因为神讲就停下来，很晒一下那时候，我可以选择走进去，就因为穿着 jacket， 因为我们去那聚会我穿 jacket 了，很晒，我要停下来，为了什么？为这个人要不要？我不是欠他了，我不跟他讲早安，不可以，我没有欠他，我没有怎样吗？我没有作恶吗？但是我就停了，因为我要知道这个，就是因为神能够饶恕他，我也要接受他。就等了，等到 parking 他下车，等到跑进来跟他讲早安，还一起的跑着去那个的聚会了。整个聚会我也是很安乐啊，要不然的话，如果他坐到，我又怕他坐到旁边，又不知道讲什么，等下又拿事情出来讲，哎，怎么你刚才不跟我早安这样子，我惨了。整个聚会我都很安乐，整个聚会我都能够享受，明白吗？所以饶恕第一个，第二
马太福音第十八十二十一到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我不懂为什么七次，可能七次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完整啊，七次就是那个限制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乘七十就四百九十次。如果你需要饶恕一个人到四百九十次呢？”我想不是你有问题，就是 他很有问题了，两个都有很问题下了。一个为什么他要弄到你四百九十次，一个为什么你要饶恕他四百九十次那么多。所以神说就是要的话你都要做，就是没有限制的，总之他一直你都要饶恕。有时候我们会选啊，看啊，看下先啊，看下先啊，看什么情况了，是吧？我可以饶恕他这个小的事情，那大的是我不要饶恕他先，我放作先，以后才来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摊牌就是这样子嘛，你可以做这个，可以这件事可以，这件事小事情，大事情嗯。但是神说就是什么都好你都要饶恕。说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自己讲，当他被钉死的时候，他还要选择饶恕赦免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到一天真的是会面对那种的情况，现在你看到政府也开始这样子啦，有那些隐藏的行动了，所以自己现在就心情比较重一点，就继续的祷告，开始要准备来面对那个的真正的来临了。因为刚刚又讲到逼迫，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你看到那个的开始了，我们会面对那个教会不能够去，教会不能够成长，不能够扩张，教会不能够有任何的增长倍增的情况吗？可能会，但是现在我们选择学习预备面对，我相信那个的来临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保罗要讲的就是在这四个里头选择就祝福，做好事，寻求和睦，去侍奉，甚至有机会的话使他悔改，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靠着耶稣的能力你能够做得到。做的是什么呢？英文说 drop it before it happen， 不要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选择要不要去放下，你要选择放下，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你都放下，操练自己。所以听到这篇道的时候，你开始对自己说：“这个不能够，这个能够不能，这个能不能，这个能。”事情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当我们继续的操练自己到这样子的地步，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放下了。我感谢主的恩典了，在过去当中，很像我说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就是神的恩典了，因为选择能够放下。那做牧师的很难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了。牧师可能要祷告，要释放了。靠着神的恩典了，有时是自己辅导自己，靠神的话语，靠灵修，靠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接受神的辅导啊。感谢主的医治，感谢主给的恩典，很多事其实全部我都已经放下。现在学习的就是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放下它，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到，啊，我没有什么压力了，现在已经感谢主啊，在那几年当中的神很严格，靠着他的恩典的训练，我不懂你现在是经历当时的情况吗？尤其是我们从家人开始，基督徒有新的生命。而自信的生命一定要看到以善胜恶的一个的生命，不管世界有多恶，我们都要以善来去对待。像耶稣选择，当人要盯他要敌对他，他还是选择去拯救去医治，甚至到自己献上成为那个的献祭，成为救赎的那个的献祭。
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这个，让教会能够从现在开始建立起这样的群体。那我相信教会能够成为世界的吸引啊，人看到你这样子的时候，他一定会来问你啊，你怎样做得到的？同事可能讲，哎，搞错，那个人这样子对你还不烦，哎，你还不快点去？但是你选择做这一个的时候，他会很奇怪，因为你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阿们。父神，我们将自己生命交托，愿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头学习的是有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尤其是我们怎样去对待我们四周围的人，更何况就是如果有敌人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现在就学习怎样去靠着主你的方法，主你的吩咐来去面对，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很像保罗所讲的以善胜恶的一个的群体。主啊，帮助我们，主，让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让我们不会跌倒在试探当中，但是选择的是神的方法来去面对这一切，将我们恭敬交托主手中，愿神你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圣名而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以尼基亚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有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受死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夫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再次的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一起的来敬拜神，相信在敬拜还有在刚才领受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心哇都已经饱到很满了，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崇拜，我相信圣灵还是会继续的浇灌充满，帮助使我们在整个的崇拜里面享受在神荣耀的同在里。 Amen。好，我们也要感谢神，上个星期我们中文部我们进行了我们的中秋线上小组线上的庆典，那么青少还有我们的成人小组都进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儿童将会进行，还有来临我们还有英文小组，那么我们感谢神，上个星期我们的成人小组你会看到你这个的照片里面不同的小组他们的进行那个的聚会充满欢乐充满喜乐，我们感谢神，我们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呢总共有173位出席，那么我们总共接触了31位的新朋友，我们感谢神，所以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季节是我们能够将神的爱来散播在我们周围的时刻。今天下午呢，也将是我们的儿童的中秋线上庆典，在等一下下午1点开始。那么那一个的 Zoom 的连结呢，我们也有放在我们的汇报上，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不一定是只有我们的
彩虹园地的小朋友，你家中的小朋友还没有参加彩虹园地的，或者你邻居或者你的亲戚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的同学们，把这一个的Zoom 的连接传给他们，邀请他们今天下午，让很多小孩不是只是认识中秋节的灯笼、嫦娥、兔子，更重要的是要认识那个中秋节创造月亮星宿的上帝，让他们的生命有机会接触到耶稣。所以把这一个的 Zoom 连接发给他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络我们的展华老师、立博老师让他们能够帮助你。OK， 所以我们期待，我们也大家也为到下午的这一个的儿童庆典来祷告。那么来临的星期三晚上呢，我们将会恢复我们的祷告会，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参加马来西亚日的祷告，所以我们暂停了一个星期三晚上的这一个的祷告会。那么来临的星期三晚上呢，我们的8点钟的祷告会照常进行，所以我要鼓励主人们、会友们都能够一起的来参加这一个的我们中文的祷告会，连结也是在汇报里面。那么我们的组长们也会有这个连结，你都可以向他们得到，或者在汇报这一边拿到，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来经历神，在祷告中来与神同工。Amen。 好，那么其他的报告呢，我们都可以参照汇报。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崇拜，我们进入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在万古以前你就创造我们，你是我们的坚固磐石，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神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使到我们在这世代里面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来敬拜你，来敬畏你。神啊，我们求神你的灵也不断地眺望我们，好让我们里头能够充满日程，我们能够壮胆在这世代里面，主啊，能够为主你传讲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为到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一个的中秋晚线上庆典来线上感恩。神啊，我们不单只做这一个的中秋庆典，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断的就是要能够有为主你做见证的这种的热忱，好让你的爱能够被散播在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周围。神啊，我们也要将今天下午我们的儿童事工他们将要进行的这个的中秋庆典来祷告。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让我们在这还剩下的这一个的时间里面，他们要所要做的预备，还有要联络的这些孩子们，主啊，你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有智慧，能够晓得怎么样的来去运作，能够来去再做最后的这一个的预备。神啊，你保守下午的整个的网络，整个的联系都要在全能神的掌权当中，主啊，让许多的孩子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面前来，生命能够被神你的爱触摸，他们能够从小都能够认识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就是他们生命的创造之主，就是他们的主宰。主，我们要将整个儿童事工来线上交托给你。神啊，也求神你帮助我们的整个事工所有的负责人老师们都能够有创意技能的，不断的在借着在线上的网络来带领孩童们的聚会。主啊，你的圣灵来眺望，赐给我们的老师们充满热心，充满信心，充满使命，好让他们委身在这服事里面。主啊，你要大大的使用他们的生命，成为建立教会下一代生命的这个的祝福。主啊，我们也要将我们的州属将要我们的整个国家将要的学校将要预备在10月开课的这段的时间来祷告。神啊，我们
求神你帮助我们的整个的政府，让我们政府在预备整个已经发出的教育部整个发出的这一些的政策里面，这一些的标准作业程序里面，神啊，你帮助教育部长，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所有的教育部的官员，主啊，都能够晓得怎样更加有效的来去预备好这一个的开课的这一个的所有的这一些的作业程序。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的学校们、老师们，主啊，你要成为他们你要成为他们一切的依靠。神啊，让我们的学校还有老师们，他们有压力的，主啊，你要使他们的担子能够轻省。神啊，你遮盖掌权在我们全国的所有的学校的上下，你也帮助我们的父母们，让我们的父母能够有信心，让我们的父母不担心也不焦虑，让父母们能够来依靠神你自己。主啊，在这段期间，当所有的这一些的十二岁以上的孩子们他们来预备接受疫苗的时候，主，我们也求神你保守所有接种疫苗的孩子们，他们的身体都是健康的，他们的身体都是健壮的，他们都能是身体的免疫系统都能够领受到这个疫苗的帮助的。神啊，你保守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这些的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学校教育部当中，神啊，你遮盖，主啊，这一下一代，马来西亚的下一代是属于你的，有神你自己来带领他们，你来预备他们。主啊，你也帮助教会，让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一些的家长们还有孩子们，主啊，他们有信心来交托给神，他们也懂得依靠神，他们也懂得信靠神。主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请听我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将这诫命刻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要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与众人生活在亲爱和睦中。我们大家一起来认罪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束缚懦弱明知故犯的罪，我们实在为我们的罪伤心，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智，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着圣灵的大能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们。请大家一起站立。现在我们既然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因此我们应该彼此和好。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让我们互相行平安礼。平安。弟兄姐妹，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仰望主。我们应当感谢我主上帝。感谢我主上帝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赞美主，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的本分和喜乐。现在我们感谢主，因主荣耀的显现，正如圣子、圣灵荣耀的圣灵的荣耀，三位一体，同荣同等。并无分别，一主一上帝，永受敬拜和赞美。因为这样，我们与天使和天使长常天上的会众一同称赞颂扬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荣光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
请大家跪下，让我们准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的天父，一切荣耀都归于主，在主恩慈中将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救赎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一次奉献自己，为全世界的人做满足完全的赎罪祭。主义势力至圣礼，让我们永远纪念主珍贵的时，并在圣父应书上吩咐我们常常遵行，直到主再降临的日子。我们谦恭呼求慈悲的父垂听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遵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命令，领受天父所造的这饼和酒，为纪念主受死遇难，就能同享主至贵圣体的圣体和宝血。就主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主谢了，拨开分你们，就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行以纪念我。晚饭以后，又照样拿起杯来，主谢了，对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这是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以纪念我。阿们。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宣告：基督已经受死，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将要再来。我们掰开这饼，以便在基督里分享。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主。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圣物，当存着信心谦卑前来领受这饼和酒，纪念基督为你受死，当以信心和感谢领受他在你的心里。阿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要保全，保全你直到永生。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主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门。感谢文。我们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主，见到我们作为圣子救主耶稣基督活泼的肢体，并在他圣体保险的圣事里用灵粮喂养了我们。现在求主差遣我们平安奔走世尘，并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专心乐意的敬畏主，服侍主。阿们。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心怀的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伤感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一时的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一时的欢呼。时挂念时时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字架的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以我计消除，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天涯里失了欢呼。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或小，不要伤叹因主早已得胜了。甚至主有恩典，必甘愿付诸，安慰引导我们一次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惊讶你失了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你失了欢呼。哈利路亚，我们今早的崇拜到此，我们大家能够平安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周，我们下个星期再见。